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在用 OpenAI 的 ChatGPT Voice 用了一阵之后呢，发现对于准备你的面试，或者是说英语检定的口试，应该都蛮有帮助的。所以我今天想要录制这个影片，来帮助大家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使用它。这个功能呢，其实是在去年的十一月才正式开放给所有的用户。不过呢， 它只给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下载。至于说桌机啊，这是一般我们的电脑还是不能用，要等这个美国的公司它的佛心，然后等他们开放之后呢，才可以使用到桌机。那我们在下载的时候要选取这样子一个工具，选择对了之后呢，再来下载。程式启动了之后呢，它会要提示你输入一些必要的讯息，然后你做一些设置。 就开启了 ChatGPT，把这个工具启动。启动之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讯息区旁边呢，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图标，是一个耳机。点这个耳机的这个图标的话，就可以选择从五种声音里面可以选择一种声音来跟它互动。它可以支援英文、中文、日文，还有其他的好多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实际上怎么样来操作。 在 App Store 里面打 Chat GPT，然后它会出现有很多呃 Chat GPT 的这个 Apps，那你不要找跟4.0有关的，也不要选中文版的，可以选择这个最简单版本，然后下载，进下载，然后把你的资讯都输入之后，就会看到 Welcome to Chat GPT。你可以用你的 Google 的身份，或者是用你的 Apple 的 iPhone 的资讯都可以进来，然后呢 Continue。 你进来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耳机啊，在这里你点它之后呢，问你说 “Chat with a voice”，可以 “Just start talking” 或者 “Hands free” 啊，呃，“Chats are saved”，OK、okay. 啊，这些都可以，“Language is auto detected” 啊、uh,，这几个功能你可以先了解一下。然后呢，我现在就是 “Just start talking”，可以 “Choose a voice”，可以先选择一个声音。 Hi, Hi there. there. I just I want to so share how thrilled I am to work with you, and I can't wait, wait to, get to get started. started. So, so, what's the game the plan? Game plan? Okay, hey, I'm ready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So, if so there's anything you'd like, like me to focus on first, just let me know. Hey there. I've got a really great feeling about us teaming up. How can I jump in and help? Hello. I am really excited about teaming up with you, and I'm all set to dive in. So, how can I make your life easier? Hey, it's great to meet you. How's your day going?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on some cool stuff together. 所以你可以听一下，觉得哪一个声音你最喜欢，可以选择一个 confirm 之后呢，他就要问你要不要用你的麦克风，当然是 OK，然后就可以开始讲。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怎么样利用它来做口试。首先呢，我跟他对话，他跟我问好，完了之后呢，问需要什么帮助，我就说他请他帮我准备工作面试，他说好的，那你要面试什么工作呢？ 我就告诉他，我正在申请大学英文老师的工作。不过，因为这样子的对话可能比较花时间，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 prompt，一个指令。如果你把这个指令输入的话，就不需要跟他对话半天，你就直接跟他说：“请你帮助我做一个面试，你是面试者，我是那个接受面试的人，我正在申请大学英文老师的工作。你要问我相关的问题，一次问一题。” 每一次等我回复之后呢，你就会提供一些 feedback 回馈跟建议，让我来改进。你输入像这样子的一个指令的话，就很容易，他就会照着这个指令来做好。那我回答他说我要申请大学的英文老师。那接下来呢，他就说很棒啊、哦，说先从一些常见的问题开始，就先问我第一个问题，然后叫我说就像是在真正的面试情况一样来做回答，然后他就会提供回馈。 结果你你就会发现说，ChatGPT 呢，他会在我回答问题之后呢，会给建议，让我修正之后再练习回复，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每一次我回答问题之后呢，他会提出一些建议，然后还要给我机会再回答一次。比如说这边他先提供了一些比较正面的，给一些好的回馈，然后呢再提出一些建议来。他说。 呃，也许呢，你可以提一下，说你的教学的方式跟技巧呢比较适合于大学的这些学生。你可以提到说，你的方法可以呃更加强他们的学习动机，然后引导他们学习成功。他提出了我必须要再加强的一个部分，然后还甚至举例子，比如说，除了重视大学生的成熟度和积极性之外呢，我的教学风格呢？ 也很适合大学生。我的目标不仅是传授知识，同时也促进批判性思维和对主题的更深入的了解。然后说，Would you like to try incorporating this into your response？你要不要把这个意见呢加入在你的回答里面再试一次？那我就说太好了。这里呢，他又提到了一些其他的建议。虽然说可以强调大学生跟高中生的不同点。 但是要小心，不要 overgeneralizing，就是太以偏论全了啊。他说每一个学生群呢都有不同的挑战跟他的强处，所以呢你要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来做比较会比较好。所以他也做了一些建议，怎么来讲会比较好一点。这里呢他又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建议来。他说为了提升你的回答，加入一些 specific examples。 或者是 achievement，s 就从你的教学经验里面有一些特定的呃明确的一些例子或者成就，你曾经采用过一些创新的教学方式来激励学生，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贡献。然后在结尾的地方呢，再提到你的这个成就方面呢，也是还要很明确。你可以说，在我这么多年的教学里面呢。 我运用了什么样的特殊的教学方法，然后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些教学的成效，把这个很明确的绩效提出来，然后最后说你要不要把这个部分也融入在你的答案里面呢？所以他会一直不断的在你的回答里面提醒你要注意的地方，而且要怎么样来来做改进。好，我对于 ChatGPT Voice 的介绍，尤其是在用来做面试这方面，就到此结束。